我们这个单位是金门县围对水产，各方面做一个研究试验的单位哈。那喜欢说海里面的啦，陆上的养殖这些。现在比较有特色一点的就是所谓的后的部分，那这种生路的话也算是金门比较特有的。那这几年的话，还是慢慢在从事有关后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探讨。我这一块主要是在这边是做后的人工防御的这个，广西海洋研究所是这个广西自治区里唯一的一家海水也科研机构。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海水养殖实验基地是广西海洋研究所最大的一个养殖基地了，主要在这边做的一些品种有方格新虫啊。巨源青蟹啊，这一块的方斑东风螺这些的人工育苗，再到零八年，我们也跟香港那边海洋公园、城市大学一起进行这个后的资源调查，还有个保护计划跟学校教育计划哈，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哋同啊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做嘅都有成10年以上嘅合作啦。咁由開始，我哋用後嘅卵、雄後嘅精子作為呢個體外受精，咁去到大約去咗大約15至17次殼咧，咁佢變咗成後之後咧，佢就唔會再退殼噶啦。咁呢個過程之中咧，係需要好多長時間。咁我哋喺實驗室可以幫助後生存嗰個機會咧，係大好多嘅，因為我哋可以有個恆温嘅環境啦，我哋可以有一個定時嘅食糧俾佢啦。我们就做所谓的繁殖，那培一些小苗，做野放，这是一部分，然后也透过所谓的先导教育的方式，告诉大家说一定要来好好保护这种生物，那一般这种对象的话，像有些游客啦，会做解说，那以学生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配合教学方面的来做先导，那现在所里面的小号数量的话，大概至少有2、3千只左右的数量这样子。因为我们人工疫苗已经成功了嘛，也成规模了，我们想着接下来就朝着人工养殖这一块来发展。但因为后呢，它有它的特殊性，它的生长周期非常长。从那个受精卵到它变成成后，起码都要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所以一般情况下，让农民花十几年的时间去养一个这个东西是不大现实的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些就后一龄小后跟那方斑东风螺的混养实验嘛，因为这个两个品种它有一个互补作用，因为在小后小的时候，它可以摄食那方斑东风螺食物的残渣、剩余物啊、排泄物啊、废屑这些，互相它又吃掉这些，后吃掉这些之后呢，同时又可以促进方斑东风螺它的生长，就是说改善那个方斑东风螺那个抵制嘛，然后导致从方斑东风螺可以长得更快一点，然后以这个为契机来推进后跟它的混养。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后作为副产品，方斑东风螺作为主要的品种，经济效益来体现嘛哈。然后在不减少方斑东风螺效益的情况下，又能增加副产品的收入，这样的方向我觉得比较容易推进，在农民当中啊，推进人工养殖这个后啊。In the world, there are four species of horseshoe crab. Two of them occur in Hong Kong,
And two of those species, those two species, are actually found here at Harbach Lai. So we have, out of the four species, the Chinese horseshoe crab and the mangrove horseshoe crab actually come to spawn at Harbach Lai in the streams. The babies or the juveniles then go out onto the mudflat to grow up. They take up to 16 or 17 years to become sub-adults, and then they go out into the sea. Now the problem here is, like many places, the mudflats are not clean mudflats. There's a lot of debris on them. We have oyster farms here, so there's a lot of oyster shell, a lot of debris from oyster farming, and that stops the baby horseshoe crabs from feeding. So I started to clean the mudflats, and then I started to work with Ocean Park, and they started to bring people to clean the mudflats. So what used to be a rocky shore is now actually almost back to its normal natural habitat. And it's actually good for the villagers. They look at the mudflat and they think, wow, it's clean, it's something to be proud about.